我都打完了。啊？啊？啊？这都是你打的？啊。你都通知了？啊，那录音都在电脑里了。 你们也没有权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啊！您可以坐飞机走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对，我们的通话是录音的。如果因为拒绝隔离造成疫情扩散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，您可能会被公安机关追责，涉嫌妨碍传染病防治罪。你说这还犯法呢？行行行，虎哥。小罗，可以啊！哎，你还别说，他这性格啊，还真适合联系密接。 行，正好，这还这么多呢，你接着打吧，来，打。